那么减肥后反弹的原因有哪些呢？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这一类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很辛苦的减肥以后，为什么我们有减肥成功的时候呢，但是会迅速的长胖呢，又胖回来呢？那么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运动以后呢，进食高热量的食物，当我们进行大运动量的时候，我们机体实际上是缺乏营养的时候，告诉我们人体需要进食更多的能量来补充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很多人就运动以后呢，就吃很多很多的高热量的食物，这个时候呢，往往会造成这个肥胖的反弹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暴饮暴食。很多人减肥啊，一旦看到这个减肥的效果呢，就觉得自己已经瘦下来了。有的时候呢，因为自己长期的缺营养啊，他就可能抑制不住的想去进食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有一些快速减肥的方法呢，会让反弹更明显。因为有一些不科学的减肥方法呢，它是造成我们内分泌激素的严重的紊乱。当你多进食一点食物的时候呢，它可能出现严重的反弹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不改变运动量的减肥。很多人坚持减肥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自己的体重确实是下降了，但是发现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，它也减不下来了。如果你不增加运动量，不光是这个减肥的效果会停滞不前，有的时候呢会造成这种反弹。第五类呢，就是吃减肥药减肥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就是很多减肥药啊，它实际上都是利用利尿剂去减肥，它减的是水分而不是脂肪。那么当我们补充水分的时候呢，体重又会重新上升。